各位旅客啊，因为本班机啊，因为机械故障啊，所以临时要降落于湖尾科技大学金果馆来进行迫降。啊，咱伫咧三秒钟后咧将要进行降落，请各位旅客抓好。啾啾啾啾啾啾啾！公公公！哎，各位观众，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飞机故障要停留在降落于我们的湖尾科技大学吗？不知道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们，你们知道湖尾科技大学哪一个系会修飞机？飞机工程系。哎，没错，就是我们的飞机工程系。但是啊，因为我们这架飞机是我们这个世代最新的机种，然后呢，要修它只能用我们飞机系女神的歌声才有办法修好它，然后带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我要当歌手。所以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女技师，我们的飞机系女神朱婷萱出场。Hello， 大家好，我是湖尾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朱婷萱。其实飞机系的女生很吃香，因为我们班只有三个女生，然后我们男生几个？男生五十几个，哇！那你们三个真的很抢手哎。然后，因为我们只要有事情要帮忙，男生他们都会舍不得拒绝我们，所以要来飞机系哦。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有。哦，是同班的？不是。哇，班上已经够缺了，你还教别班的？自己都无够用啊咧，哈，都笨人用啊咧。这样对吗？是学校的吗？这是学校的？不是，还不是湖尾里面哦，这个太狠。那是云林的吗？不是。哇塞，没关系，所以是在外县市的。对。好，那没关系，云林可以交一个嘛。好了，你要加油哈！而且同学，这个飞机是你们平常这飞机是干嘛用的？是为了我做的。真的吗？为了今天的表演，哎，它还会飞耶，你看到没有？真的好敬业哦，中间那个女生。所以我想全班就你们这三个女生。不是，她不是我们班的，他们是社团。哦，社团的。OK， 了解了解。好，加油。那婷萱，你要唱什么歌？今天为大家带来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好，加油，请开始。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谢谢。唐天翼。谁是谁是谁？我们班的四行电椅，他们今天全班都来了。其实一开始我还以为说是因为你们班女生很少，所以你的人气很旺，但我发觉其实是因为其实你唱歌还蛮不错的。谢谢老师。我觉得你第一句出来很准，就是你的音准、你的节奏还有你的情感整个就是到位。我觉得你的前面唱得很好，但到后面那个副歌的地方，而现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再松一点会好，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你唱还是有点硬了一点点，如果你再松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声音会更漂亮，好不好？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谢谢，恭喜你过关。谢谢。
欢迎下一位。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龚维汉龚仔。啊，我做过很多工作，我做过电脑工程师、救生员、游泳教练、卖咖啡，我现在在做西点烘焙，所以准备一些小点心，那个牛轧糖给老师尝一尝，好吃的话吃得开心，给我信心，让我过关，谢谢。真的，你自己做的哦？有啊，那个师傅有稍微帮一点点忙这样子。平常就在做这些烘焙，是不是？对，这是现在的工作。哦、哇，好棒哦！这也算是很棒的一个才艺啊，因为吃的东西是一辈子不会倒的行业了。对，其实我很喜欢牛轧糖、欸。通常我们拿到牛轧糖的话，我们会特别给你稍微那个一下子。真的吗？就如果好吃，我们会多订一些。那不是给他过关了？没有啊，没有、啊。你说哦，很公平、哦。好吃多订他一些哦。没有啦，多订他的这个啦。哦。这个我们也是要支持的，也是要支持的。哦。对。感觉很香哈，而且他的姓氏非常的有特色，哎，姓龚的哈，嗯，对不对？好，希望待会可以说声恭喜你这样子哈。谢谢。还没。啊，姓龚的是哪里人啊？山东省。哦。我爸爸五岁的时候来台湾的。那你要唱什么歌嘞，龚先生？我唱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好，加油啊！这个高难度的歌曲非常有挑战性，请开始。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眺望远方的山坡，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哇，很会唱哎。真的唱得非常好，然后整个的声音的状况我觉得都保持在一个，其实你讲话刚开始有点沙哑，我就觉得说哎，你的声音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会不会沙沙的。其实我觉得你声音松的时候有沙沙的感觉是很迷人的，但是有一些句子很亮，我觉得那个东西要多一些一些，要不然就会从头到尾都是听起来会有点不太清楚。但是你的那个声音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好，我觉得唯一要改进的可能是你的穿着吧，就下次如果你还再来比赛可能要稍微设计一点，感觉好像你做完牛轧糖就来了。哎，他穿得 OK 啊，就很清爽啊，啊不然呢？不然我觉得总是好像感觉好像刚刚做完这个就跑来的感觉。做完牛轧糖不能来参加比赛，法律有规定吗？ OK 啦， OK 啦，对吧。嗯，我觉得那个其实不只是林老师的，我们那个我要当歌手的评审也很喜欢挑剔选手的服装啊。真的吗？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事情。怎么会不重要？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看到娇娇哥，我一看到你的穿着，我就觉得哇，你比我大，你叫我娇娇哥，你有事吗？你假话倒呼哦，林工啊，林工，你知道小燕姐呢？小燕姐她就是一个名称了，娇娇哥已经是个名称了。谢谢，你的辈分就在那里了嘛。谢谢。对，我说娇娇哥，我今天也看到你，我就注意你的穿着，因为你随便穿都很好看。哎呦，这么会讲话，我再帮你弄一下刘海啦。喂喂，弄
个刘海就是 destiny 了，真的很恶心呢。对不起啊，龚先生，对不起，这忽略你了，龚先生。我其实只有提醒你一点，我觉得你练习不够，你有天生的声音，你有费玉清的好嗓子，你有唱歌的台风，我已经觉得很棒了，对吧？你讲吃人家牛轧糖，而且捧人家两句啊。哦，我才吃一点点的，很爱计较。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声音很有特色，因为你几乎是没有低音，然后而且一般人其实讲话有特色，他是只剩中音，但是你是连中音都没有，你只剩高音的那个次次的频率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声音还蛮难得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副歌前半部是费玉清，但后面你又变伍佰，就是会让我觉得那个落差有一点大。你可以回家自己看一下播出，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会有感觉，看是不是可以整理出一个表演的形态这样子，好不好？但其实不错，但我也觉得服装 OK 啦。恭喜过关，谢谢。这个节目的好几位工作人员，我不一定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好用心，特别感谢这个电访阿凡哥，优质的节目太棒了，大家我们见见。我是来自新北市新北高中的陈宇峰，我今年17岁。他才17岁耶，多想能再和你